我曾经的死对头竟然成了我的网恋对象。哎妈呀，第一次奔现可不能迟到。对不起对不起。嗯，这声音，这不是高中时期一直跟我作对的人吗？怎么遇见他了？真晦气。是你。我还以为是谁呢。你看过这么久了，你还是那么莽撞。What？ 一个女孩子的样子都没有。卧槽，关你什么事？我说的是事。别怪老娘不客气。我敢。我敢刚才那个家伙。看我走错方向了。What？白色上衣，蓝色牛仔裤，还有双白色运动鞋，怎么和这个逼的这么像？ Oh God, please no, no. Hello, 他也在这，不是吧？ Oh、God, 我的网恋对象竟然是他，真是胡闹，真的是太无语了。你不是让你小蛮牛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自己看。想死你，七啊！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。既然我们都很失望，那就这样吧。后会无期。谁稀罕你啊？这叫算了。浪费我一天时间。呀，又是你？怎么又是这个逼？啊啊、服了，真是晦气。你干嘛呀？啊？有病吧他？可算到了。不是我说，这人一直跟在我后面干嘛？变态跟着我？什么呀？我回家好吧。我不信。才不信你的鬼话！你真的别动，五分钟后你来。行啊。无语至极。烦死了。可算回到我的小屋了、嗯、难道是先室友来了？卧槽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是我家。湖中生有暗度陈仓，才不要跟这逼住一起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又想跟你说、我合同都签了。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，真是一段孽缘。集、美的声音。太啊、你才变态啊 ！What？ 怎么了？你家里什么时候有男生了？我刚想进了三个厕所，没想到他在里面。哎呦我的妈！突然很尴尬。他是我新室友。不过他好帅啊！这书都没翻的，你快。还有他帅的记录。他有女朋友吗？巧了，没有。那你帮我追他呗。你是认真的吗？他有什么好的？我觉得他挺不错的，我约他出来了。啊，待会你帮我。他这个人真的很讨厌的，你确定吗？那你不会喜欢他吧？放屁！怎么可能？那你就帮帮我呗。不，你自己去约，不行再叫我。Later。有事吗？那个有空吗？下去吃个饭呗。好啊。竟然答应了。啊，走吧走吧。不行，我得保护集美。可没叫你、我特